赵丽颖陷舆论漩涡，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。最近赵丽颖也陷入舆论漩涡，因为要与王一博二搭，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粉丝在微博互掐，甚至演变成对骂。我理了一下他们对骂的原因，因为王一博粉丝觉得赵丽颖都已经结婚生子了，还与很嫩的王一博搭戏不配，而这边赵丽颖的粉丝也不甘示弱，说了一些难听的话。最近赵丽颖的很多粉丝团已经被关停了，赵丽颖工作室社交账号也被禁言15天。虽然现在明星的背后都是资本，他们都已经衣食无忧，资产和地位上都高人一等，但是也不能够以为自己就是神仙吧，容不得别人说一两句难听的话，搭个戏还要互相挤兑。我感觉赵丽颖的路人缘还是很好的，在别人说三道四的时候应该早点主动站出来劝个架，引导一下自己的粉丝，不能够任由粉丝互骂。当年谭咏麟和张国荣粉丝互骂，还不是谭张二人站出来以退榜来平息的。对艺人必须要求德艺双馨，多向前辈学习好的经验吧。大家觉得对吗？加关注，持续更新。